平常我就会站在这个位置。哪个位置？这里。这里。小妮，你站在这里，你喜欢冲啥？你喜欢看我的车不不？啊？我知道有一个门在后面，可是。对吗？你就是造后不能有门，就是扮小人啊！难怪你一直被人家讲一些偶戏杀，抠心够好驴。可是我做饭的时候会把门关起来，那因为这个光明是透明，所以我还把它贴成布的，对，就觉得看不到嘛。可是这是个门呢、啊，老师太努力了，这样可以吗？他就有时候是自以为啦、啊，自以为好像可以这样。是讲真的，你总不能叫他在。对啊，这样子煮吧。就是说，这样子，小姐，你有门，不是？那你会闪到腰啊？就是有门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你这样煮还是要有门啊？因为这个没办法改变，这原来就有的格局。对，其实呢，我觉得如果说灶后背门呢，要以这个瓦斯炉真的很不可能啊，或是要花很多钱。其实呢，灶后背门要么你就加一个门帘，过膝门帘、可是有时候有些人怕危险风大、然后或者说进出麻烦，那其实呢，不管你加哪一种门帘，你还是要加。但是如果要加一个很完整的话呢，你可以加那种像投影机布幕有没有？这样拉上去的整片的，因为这样可以完全修饰。然后呢，它这样子弄起来的话也漂亮。对，那这样把门的形状呢修饰掉，我觉得更好。那要不然的话呢，就是你这上面呢，门的上面有一个门楣。这上面你可以挂一个慈祥自在图，慈祥自在，让它可以化解。他有没有办法可以跟他遇到合适的人？就要看他的状况。对，没有错，没错。对啊，去帮你看看，那个才是你的正桃花，真的很重要。好，所以天灯下的这一间就是跟厨房喽，是我的卧房。这个风水呢，确实把它引导一个很不好的方向。对，怎么说呢？因为它这个大门呢打开，就刚好直接冲到这个走道，然后又是离玄关的位置，所以这样一冲的话呢，代表说虽然里面的人不够安稳。啊，真的、啊？对，你不好睡吗？我不好睡。为什么？你都睡的，你都大概睡几个小时？不一定，就断断续续。对，然后半夜会醒，然后再回一头睡，就睡得不是很沉。对。还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我在想也有关系。对啊，因为年纪的关系呢，要加上这个格局呢，其实它就特别容易应验嘛，印证到就是比较浅眠这样子，就容易就醒来。对啊，困不起啊，哇，刚刚睡不着很痛苦啊，辗转难眠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它这个主卧的位置就是在这里啊。对啊，其实这个来讲的话呢，因为它也没有空间做什么屏风玄关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如果做一个门帘呢，也是可以比较好。那如果说真的觉得门帘太多，其实当初装潢都把它做成隐藏门，这个气呢就会转换掉。为什么隐藏门可以转换？是因为它少了外面的门框。门框，对，所以有门框就是门嘛，是，所以隐藏门就可以虚幻。对，就是你再去找这个人造石，然后也是坐在这里，然后比如说这样轻轻一推，转过去。对，哈利波特。没有，我在这边可以这个门拿掉，可以做一个拉门。可以，就跟墙壁是齐的。对，只要是隐藏门，没有那个门框的感觉。感觉这个煞气就比较不会影响到他的睡眠。没错，因为你这样一进来知道，这有个房间门，大家一看就知道了，看到知道秘密在这里。对啊，完全没有秘密可言。是啊，就根本就是一个秘密花园。那我们进去花园了，好期待哦。我觉得卧房就是要简单，热闹的在外面，我们把最简单的留在房间，因为你就是要睡觉嘛，干嘛再弄得那么复杂？没有必要啊。你看，就是这样，就看，哇，就很想躺着耶，可以躺吗？可以。哇，你这样躺，你还没有？难道没有看到那一扇窗吗？啊，那是边爱困得好。哎呦，一样都丢呢，你就。这里木怪你暗箱，我常常背起来了，常常背起来放尿尿呢。今天去，对，因为后面有窗户，那时候在找看窗位的时候，没有更好的位置。对，因为。当初就是说这是坐南朝北，对，那因为就是说合你和我的八字，对，有时候我们很难取舍，我们又要合我们的八字，又要合这个房子的方位，然后那里又不能有窗户，窗头到底怎么放啊？好，其实如果说你能够合你的八字呢，是最圆满的。可是当你不能合的话，你还是要以格局为重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呢，像这样的床呢，头后有窗，其实呢看似简单的风水，但是一点都不简单。
因为呢，为了你要避免头后有创关系，所以你也很聪明的做了一个隐藏门，确实很聪明的化解方法，真的观众朋友可以学起来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方法多此一举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他这个房间呢，根本一开始就不需要这样设计，他只要把床呢，把他的床头移到这个更衣室这个墙壁就可以了。可是那边是冬天，然后向西，是啊，但是呢，他有脚。哦，有人说脚啊会朝西，脚不能朝西，会向西。其实不要有这种禁忌，所以脚朝西没有关系，没关系啊。对啊，老师说没关系啊，不早点讲啊，对啊，为什么不早点讲啊？为什么五年了你都没讲？对啊，真的很抱歉，老师来太晚了。学生好辛苦呀，偷改，偷改，老师他偷改。好好，老师你干嘛学一个低潮的老师啊？他处于现在状况是低潮中，真的。我要讲到慈悲心，要拉他一把。那所以本来要找你算命的，可以去找他吗？因为他最近 case 比较少。我最近确实比较忙，可以让你们给他了。谁要谁？明明就从西藏回来。真的。好，潮汐没关系的啦。对啦，对啦，没事，请他谁？没有问题啦。其实呢，你就是这样子的话，格局会更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把窗户关起来之后，你会发现原本有那么大的那个前景跟明堂，你做了这个隐藏门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你的没有窗户了，原本有窗变得没有窗，而且呢，他这个呢，睡觉的时候还被更衣室的门冲到，更衣室里面没有厕所吧？那应该还好吧？还好，但是还是有门框会冲到他，但也是被门冲。所以我这一个门变成一面墙。你当初就应该把更衣室的门呢开在离门口那个侧边，然后做个隐藏门进去，然后床头呢就在更衣室这面墙。不过我觉得呢，他这样的格局呢，其实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寂寞。晚上很多人陪他睡觉哦。你不要这样讲，我总觉得我后面痒痒的。是躺在人家的油画上，是啊，我一直觉得痒痒的，我都是名画里的捅 BB 啊，我跟你讲，对呀，相信的呢。但是这么多人栩栩如生，难道你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然后觉得说，哇哦，他们好像有点在动？所以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睡眠？对呀，而且他，你看有一些眼神都是这样看你的，风评画都是这样，他们都是站好好几天。本来没感觉，被你们一讲，好像。好像大就是塞狼王，好像根本就没想到，被我讲讲的真的嘞。对，好像突然间，有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些小细节啊。对对啊，没有在意。像这种人物画，就是很适合放到，例如说书房、餐厅也可以，让它增加很多热闹的食物啊，这样子。但是呢，房间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清静一点。可是有一种画呢，虽然人也很多，可是它很适合摆房间，就是白纸图。你说的白纸图是中国风，人家这样这么欧风。对啊，像维纳斯女神这一类的吗？有小天使在飞吗？是啊，白纸图在洗热气去洗啦。小天使应该可以啦。嗯，就是这样，小朋友比较不受限，可爱的小朋友。对。像大人的话呢，其实他这种人物画其实画得太逼真了啦。对啊，对，其实他在风水上来讲的话，还是会有一些煞气。如果说是画那种单人的，就是一幅淑女图单、但是不要 有穿衣服吗？有好，那就可以。裸女就不行。为什么？裸女就烂桃花啊。对啊。那裸男呢？也是咯。哎，老师，那睡的话通常是男生女生男左女右，其实不要这个迷失，习惯怎么睡就好了。对啊，如果你比如说男左女右，说单身不要有双人床，是不是？单身可以双人床，可以啊。对啊，好爽。你要说单人床，对。因为单身才要睡双人床，因为你可以滚来滚去，多开心啊！而且又大又舒服，对啊，睡单人床不好。但每个人讲法都不一样。而且你不是有渴望，就是有对啊，桃花有伴侣吗？那你当然要买双人床。是啊，老师，你要增加他一些正桃花，看可以会找到一个稳定的男人，给他一个小撇波。吸，马上派张老师来陪你睡。这是我听过最烂的方法了，对，自愿的哟。就是说之后就会不挑了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对对，哎，都废了。
老师是不是放一些什么水粉水晶啊，分什么可以增加那个桃花？对，其实呢，桃花来讲的话，跟粉红色有关系，嗯、所以呢，当然你它其实本身有少女心呐、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它的理智呢，跟它的少女心有时候会打架，对，很矛盾。其实呢，有时候我觉得感情上呢，我们就单纯，如果说你有很多复杂的情绪啊，例如说你会担心说啊，会不会遇到不好的男人啊？其实很简单嘛，你要做好理财规划，现实上嘛，你就财务一定要分开，保护自己。其实呢，我觉得感情不用一厢情愿，对吗？文小姐，祝你，我觉得你很快就要心想事成。没错，因为我们电视机前面有非常多单身的男生的观众，对 对, 对，他可能有喜欢有需要，恰恰就你，你跟他丢一个做功课啊，08009956956，没这么聊，这么聊。